把碗都全部都拿出来。刚好干的。我怎么没有碗？这也是我的。哎，那不是夏明给他的吧？来喝。妈妈不要放。宝宝都没有饭，干嘛？楠楠也没有饭，那饭完就好了。晨晨也没有饭，干嘛拿？我就拿啦，谁还有？宝宝就叫我拿，你不会看我就拿了，然后就说宝宝晨晨已经拿啦。啊，宝宝就没说，然后就叫我去拿。汤匙，我是叫你拿汤匙。对，有。你有没有用汤匙？你有没有用汤匙？你需要汤匙吗？你爸爸自己夹，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夹。你需不需要汤匙？啊，不用。不用就 OK 了。后面有个新的哦，要不要去配几个新的？金博士，讲一下你的。我那谁话了嘛？那个没有嘛？嗯。哈哈哈！天哪！乳糖不耐症的。我为了你，我再喝一喝，然后再去拉。那我妈可以喝奶茶吗？可以啊，现在可以了。是不是有奶茶没有奶牛奶？有啊，我现在都有喝水冷的现萃茶。好，所以待会奶茶没有牛奶。有牛奶啊，这个很甜哦。但妈妈你们是啊，有训练。85的可以外带吗？外带不是就可以外教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外教，那不会想喝。不会，我觉得那珍珠还不错、啊。你吃一个试试看。好好，我吃。优质瓶，今天超优质瓶。哎、哦，说对不起。没说啊，他没有，他说什么？还那么薄的啦，你每件都那么薄，你上穿五件是不是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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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